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剑客陈平。知彼知己，纵横天下。我下面呢，要补充一下啊，这个观看《眉山论道》或者《眉山论剑》的节目的网友，可能会惊奇啊，为什么我每次做讲演，穿的衣服的颜色不一样？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做物理学的色彩的信号啊。此话怎么讲？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军的通信啊，在以前还没有这个无线电的时候，是有这个旗语的，包括这个船上悬挂的啊这个旗子啊，不同的颜色和符号其实代表不同的字母，相当于一个用光传播的这个密码。我们讲大爆炸宇宙学的时候，这个物理学家怎么会知道宇宙是大爆炸呢？观察了什么？是观察从天外星星里面接收到的光线。光线呢，大家知道物理学你可以做光谱学的研究，这牛顿就发现不同的光的频率，它的这个波长不一样，然后呢偏转的角度也不一样。那么频率在物理学里面叫什么？叫颜色。所以呢，红的光它的波长是怎么样？是比较长的，频率比较低，是低频的震荡。但是紫光呢，频率就很高。那么在光谱上来说呢，频率升高叫什么呢？就因为向紫色方向移动。如果你是越变越慢，你光谱呢就往红色方向移动。结果物理学家就发现，同样是氢元素，我在地球上的氢元素的光谱和宇宙里面恒星发出来光谱，你比较它的光谱线的时候，你就发现恒星里面射来的，甚至是银河系以外射来的这个光谱，它的这个光谱的谱线呢变长了啊，它的波长变长了，就往红端移动了。往红端移动什么意思？就相当于说啊，原来我们这个宇宙在往外膨胀了，那么那些星星呢，不是冲着我们来，而是离开我们而去。所以大爆炸宇宙学就是这么发现。所以物理学如果不研究光谱的话，我们现在的现代医学就没有，你们也不用做超声波检查，也没有 X 光啊，也不会现在去做这个心电图、脑电图。但是西方经济学家荒唐了什么地方呢？他认为看不见的手啊，这个市场的波动就不允许有生物钟这样的非线性的震荡，全都是什么呢？全都是白噪声。大家知道我们要打个电报都是要用无线电波来编码，再不行我们用手旗的旗语，实际上都是光的通讯。光也就是波，无线电波、声波都是波，我们讲话是声波。只有经济学家认为啊，信息就是噪声啊，而且噪声必须是白的，所有的这个频率波长都有，是没有颜色。所以他们观察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戴的这个眼镜，这个镜片是涂了一层白颜色的，你看出到外面去五色缤纷的世界，他看过全是白的。白的以后证明什么呢？证明市场运动是看不见的手，所以你们股票市场投机就跟一个猴子乱扔标枪一样啊，闭着眼睛投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做研究，这完全是鬼话啊！但是这鬼话在计量经济学上，就把光波戴一个白颜色的眼镜，不许看见你的光波是有颜色。所以我要批判啊，西方经济学的空想资本主义，给他们第一个科普是什么呢？啊，我们复杂科学创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的信号是有颜色的。那么经济学有很多流派，我们国内现在只有两个流派。哪两个流派呢？如果你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那讲
讲的是什么？要讲分配啊，资本家是剥削，我们要按劳分配。这种思想用什么来代表？哎，就是我这儿挂的旗子，红旗，红色是代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我们国内有的，但是没有与时俱进。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现在不能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竞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与时俱进。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向何作修老师学习，他是参加两弹研究的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啊，今年都已经90岁了还在科研，最近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也现代化了，也引进数学公式加以修正加以发展。那么我今天穿的蓝颜色的衣服是什么呢？蓝色就代表西方经济学，或者叫古典经济学，因为他们讲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忧郁的经济学。大家知道西方描写忧郁什么颜色？ blue 哈，说这个人脸色变蓝了，这个人一定是发愁了。所以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看待人类社会都是很人性恶的，很悲观的。所以要让西方的三权分立是怎么样？是互相对抗，而不是互相合作。我们国内一讲辩证法，就以为西方的辩证法和中国的辩证法是一样的，不一样。中国的阴阳是互相相生相克，是互动的，是可以协作的。但是西方的辩证法，一元论、一神教，变成左右对立，是对抗。你还要三权分立，那就瘫痪了。所以大家如果读《黄帝内经》的话，讲什么呢？讲这个心是帝王，肺是宰相，肝是将军，这个三个权是合作的，你才能不生病。只要不合作叫生病，那西方三权分立，那天天就是生病的，甚至瘫痪的，道理很明白了。但是我们讲的复杂经济学两元是不够的，因为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我们三是什么？三就是我提倡的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创新什么颜色代表？金色代表。而且我曾经讲过，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是做跨学科研究最有成就的学校，到现在为止它的跨学科研究体制在我们国内的北大、清华、复旦、中科院、社科院都还不及的。所以大家如果看见我穿橘黄色的衣服，或者说接近金色的衣服，你就知道我是在宣传哪一个学派呢？宣传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或者呢也有叫演化经济学的达尔文这个就是生物演化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我曾经给复旦大学史征夫教授创立的新政治经济学中心设计过一个标志，就是三个颜色，一个翅膀，左边的是红颜色，代表马克思的有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右边蓝色的代表古典或者新古典的经济学，它也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为什么呢？它用了初等数学，高等数学都没用够，他们就会算差分、算矩阵只有这个金融还算点微积分，但是整个的这个数学框架是非常落后的，所以他们右边是蓝色的。但是带动社会发展的这个头是金色的，这个金色当年是熊彼特。我的看法，现在就会发展到什么呢？三生万物，就是复杂经济学。复杂就是生物多样性，所以我前些日子讲生物战争的时候，我穿了热带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复杂诞生的复杂科学，现在要变成我们的复杂经济学。我们还在创造量子经济学，可以媲美薛定谔的量子生物学。量子生物学是现在应用到分子遗传学上去，我们将来也会用到社会心理学上去。希望我的网友们能够
接收我的颜色的信号，将来看见我穿什么衣服，就大概就可以猜我是在用哪个学派的思想方法来分析当代的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所以我是要学我的老师严济慈，要会各个门派的武林高手比赛，谁的独门武功有可取之处，我就向你学习。但是我的武功一定是纵裁百家之长，不会固守在一派之内，追求在探索新事物的里面，敢于试错，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跟纠正你错误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广交朋友。当然，我也不害怕和恶意竞争的破坏者进行公开论战。知彼知己，纵横天下，我们以后再见。